是的，小姐。拿去。回家！刚才知道你突出了清兵的重围到了此地，你身上的伤哦只是轻伤，不要紧的，请这位是燕壮士袁大人，小时多亏了他，要不然早就命丧在魏怀远之手了。只可惜一同从军中逃出来的黄良已经遇害了，我拼命地拦住你，你一定要来，你一定要来。魏怀远，你知道吗？万真，原来是你告的我。告你人是我，这陈文呢？要不是你，怎么会到他的手里？女儿也曾为你求过卢公子、燕师傅，他们饶了你，现在你可怨不得谁。好，为了这个姓卢的，你连亲生的父亲都不顾了。女儿是为了大义，不是为了私情。爹爹所为，王法不容。女儿不能两全，从此削发为尼，遁入空门了。魏怀远不遵朝廷旨意，私征钱粮，擅杀百姓，罪当问斩。所有为虎作伥之徒，查明罪状轻重，分别处刑。Thank you.
中军在，请过上方宝殿，将魏怀远就地正法。是。